嘿，门尼，我爆了你的灯啊！因为我本姓也姓黄，然后我在音乐学院里面做老师，所以您的歌基本上都是我的教材。你现在要变成一个艺人明星的感受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，我是最能感同身受，因为你知道，这可能就是你现在的心情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个角度，我觉得我不是很好。为什么？我对音乐的偏执，我觉得很自私。因为年纪也不小了，还需要父母的接济，但是我在家里面自己写歌。你写了几年的歌？十年了。但是我一直都是把它当日记。我懂，最近才出来，想要往歌手来发展，是不是？错了，我最近才开始敢于把自己的宝贝们去卖掉。啊，你有很多压箱宝吗？还。